实我刚刚有讲那个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啊，但是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再制造更多的对立啊，我们只是觉得说台湾需要有更多正能量的出来，那音乐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台湾舞曲音乐节。那我也希望透过音乐的这个活动，给更多就是在台湾就是有受难啊，或是说你遇到什么挫折的人，更多的勇气与正能量这样子。那其实除了这两天参加乐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在场的所有参与的乐迷，大家请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对，我觉得有你们的支持，才是这个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力量这样子。台湾舞剧希望就是每一年可以在大理这里办下去啊。对，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一下你周遭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平常如果关心，很多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我们是主音乐团，谢谢。总是为着一个过往，嘛爱顶上主人的希望，一卡一步，不打错，咱无行你生存的一条路。正妹很多啦，不是只有女子啦，那个我们推蛋糕出来也是我们的那个正妹代表这样子。那不过女子也是正妹，大家都有这样的赞。大家合照，跟大家合照一下。大家应该主唱合照吗？耽误大家时间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个，我们今天改举拳头好了啦。我们这个活动是拳头，台湾需要更多的勇气跟力量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许愿吗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第一个愿望就是，如果刚刚大家听到我们办活动最大那个八卦有没有？就最大的那个原因哈啊，如果你觉得不认同，你就当我今天办这个活动只是因为我生日啊，我办一个活动，我的一些好朋友帮我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爽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第二个愿望是那个台湾不要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啦。对啊，因为一件事情发生，变成大家都不可以出门，不可以干什么事情，那听个音乐也要被屌，我觉得这个人生实在是太累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觉得吗？那第三个愿望不能讲了。不能讲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欢迎 Pisco。你会切？对。唐诺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